以14点的这个图案有没有当蓝色文字段落的项目符号啊、哦、然后项目符号位置缩排0公分，文字位置是定位点距离跟缩排是 0.5， 行距为 1.5 倍行高，所以呢这时候到文件里面哈，先把它框起来，蓝色字框起来以后选格式项目符号及编号啊、哦、然后在这个地方随便选一个哈，随便选一个哦，符号的，然后按置定钮，置定钮以后呢，再选图片，哦，这边不要理它啊，直接点汇入钮，去找我的电脑里面的西磁碟机下面的 WPD02 啊、哦、，WPD02， 然后按新增，把它加到这里来啊、哦，加到这边看到图片以后呢，直接按确定，啊、哦，确定完以后，它要求缩排零公分。文字位置定位点距离是 0.5 啊 ,0.5 公分。缩排也是 0.5 啊 ,0.5。哦。好了以后按确定啊，确定。然后确定完了以后呢，他有跟你讲干嘛，这个图案的大小是14点啊 ,14 点。行距是 1.5 倍行高，所以我这时候选格式段落。缩排与行距这边 ,1.5 倍行高。哦、1.5 倍行高、哦、然后这边干嘛，你这每一个哈都要给它改成14，有没有改一个就好了哈，其他都会自动跟着变，全部都变成14了、哦、就可以了。